好了，兄弟们，第三百环啊，老板是175级，最好的能得到150的书铁，再次一点得个战破，再不行得个150的铁 ，OK， 来三百环，给我炸！求东西，百炼精铁啊，150的铁还行啊。哎，还有140的铁呢，是豆制品啊，是豆制品。铁还能有140的，我一直以为都是150的呢。老板还顺便准备了3000万的资源啊，可以的，老板啊。再玩零式剁手啊，再玩装备剁手。看来平时有干军火的习惯，这只持国还行，这只持国也还行。老板有什么大胆的想法吗？一直问啊。好好的，翔哥，你去吃个饭啊，休息会儿来接我了。哎呀呀，哎呀，心里感觉暖暖的。翔哥，等会儿见啊，翔哥。嗯。可以，翔哥，你吃饭把11号退了，要不然害怕，你知道吗？我不知道你在不在，影响我直播状态。翔哥，你知道你在咱们直播间我有多大的压力吗？啊，真的顶着压力强行直播，尿都不敢啊，尿啊，憋了半天了。3000万，这3000万随便花。